跑男团这次跑跑跑跑到苏州了。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又称姑苏、平江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江苏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的第一站苏州景城小学是2015年中国首批少年足球特色学校之一，也让大家感受一波足球的魅力。你的足球水平怎么样？我没有足球水平。OK， 那就等于这个蓝队只有我们俩担当了。白队，你们是白队。白队蓝队，连颜色都分不清楚，你担当什么？下一站，跑男团们来到金鸡湖桃花岛。桃花岛虽小，但五脏俱全。南面层叠的假山，北面的潺潺流水，西面的美丽荷塘。岛上植被丰富，桃花占总植被量的50%。在桃花盛开的季节，岛上桃花斗艳，柳树成荫，响应成趣。为了争夺世界杯决赛优选席位门票，跑男团们真的是拼了，从桌上足球就开始竭尽全力。范哥，你让我一直很感动。过到这儿，范哥的眼神，我在这边看，告诉你，不行，他也不吹了。在桌上小试牛刀之后，怎么能不真的到绿茵场上大显身手？伐木累家族最后一站就是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这是一个集体育竞技、休闲健身、商业娱乐、文艺演出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型的甲级体育中心，包含各种体育建筑以及苏体广场和室外体育公园等配套商业和休闲娱乐设施。小鹿更是开启主场光环，以一敌百，没在怕的。最搞笑的是王祖蓝，完美混入小朋友当中，根本发现不了啊。祖蓝哥，如果接下来再不出场的话，你将会吃到红牌，无法进行下一场的比赛，马上出场。好了，本期跑地球就跑到这儿喽，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啦。